请问你为什么要做这么多双袜子呢？看镜头。要看镜头。对，因为我要募款。募什么款？就是募瑞奇缝纫机大作战之款项。那你怎么会突然想要买缝纫机？我想要买缝纫机很久了。嗯，那这次怎么突然想到这个法子呢？木款制作，怎么会想到要做猴子来木款？因为我觉得猴子好可爱。哦，那你打算要做几只猴子？大概15只以内。15只以内。对啊。那每一只都一样？每一双当然不一样啊！你看，我买了这么多不同颜色的袜子。那你其中你最喜欢哪一个颜色？我最喜欢哪一个颜色？我还蛮期待这个的。嗯，然后这个也还蛮期待的。嗯，对啊。好，可是我觉得台湾的袜子真的是都很丑。那你在除了台湾的袜子之外，你还有看上哪里的袜子吗？日本的。日本的袜子。对啊。哦，日本的袜子都很好看。对，日本的童袜啊，都做得非常的有型。你现在都用童袜？对啊，都用童袜。童袜会比一般成人的袜子还要贵吗？好像有的会，贵一点点吗？一样是看质感吧。哦，那到目前为止，你这是做第几只啊？你说整个募款活动的？不是，还是是从你开始做猴子到现在。现在这只是第五只。嗯，那你前四只都没有拿去卖吗？舍不得卖。哦，你自己都很喜欢哦。因为啊，我这次挑了一个我喜欢的东西来做。嗯，很尴尬的事情是，每一个做出来都超喜欢。那万一你这只做出来也很喜欢呢？你就先把我打晕，然后把它卖掉，再把我叫起来。你还蛮幽默的嘛。这当然。真的哈、哦。嗯，好吧。那现在要继续拍你，现在你在进行哪一个步骤？第一个步骤。第一个步骤是什么？就是。你要为大家说明一下。就是这个部分是头，这里呢即将会变成脚。等等。你说哪里是头？这里是头，这个是头和身体，头身体，然后这里会有两只很长的脚。哦，所以是长手长脚猴吗？对，长手长脚猴。好，你说这里是头，这里是头。那你现在在缝什么？我现在要缝脚。对，缝脚。来，让我们看一下。有吗？有。哦，现在为什么要把脚你要把两只脚缝起来？就是先缝出两只脚，再把它剪开，然后整个翻过来像塞棉花。原来如此。那这个步骤会很麻烦吗？很麻烦啊，要缝很久哎，然后线要一直上线，好烦。那你整个过程之中最麻烦的部分是哪里？就是在这里缝的时刻、啊、好无聊、哦、那你最讨厌缝哪一个部分？就是纯粹缝的部分很讨厌。哦，就是那种手脚的时候就要一直缝啊、然后那个线又很容易一直太短啊，所以就要像这样子把它剪开来换线，很烦。哦，可是缝手脚缝合组合的部分就很好玩，很像在玩模型。真的、哦、对啊。所以这也是为什么想要买缝纫机。对啊，因为买缝纫机我不但可以做猴子，而且我平常很喜欢做衣服。哦，对啊，还有你看猴子的眼睛。那有没有可能买了缝纫机之后你就开始生产自己的衣服卖给大家？我想不是很可能。我请看镜头。我想不是很可能。为什么？因为我只是要缝来自己穿呢、所以以后大家就会在表演上面看到 Ricky 自己做的。我想不太可能。为什么？
我喜欢自己在家里玩角色扮演。听起来有点情色哎。不是啊，可是我又不会做那种很平常的衣服，那样就很无聊啊，我干嘛要自己做呢？可是要我穿出去也不太可能。也许你可以穿出去给大家看看，以后再说吧，等我进步了。那有人也搞不好听了这段访问之后，就是会期待啊。期待什么？期待你穿就是你自己做的衣服去表演。以前有穿过啊，我有穿过一两次啊。有，我有看过。对啊，那个都是还蛮正常的。对啊，包括那个自然卷的那个义卖 T 恤也是被我改了又改。对啊。那之前的自然卷义卖 T 恤你改的时候全部都是你自己手缝的？对，因为我没有缝纫机。哇，你很厉害哎、欸。谢谢。好啊，你要不要向大家说明一下，就是袜子猴的由来？袜子猴的由来啊，这由来这年份我绝对是背不起来的，但是我知道就是听说在100多年前就开始有人做袜子猴了。那个时候是有一家袜子大工厂呢，他们出产了一种很特别的袜子。就那袜子也蛮长的，然后很有趣的是它后面脚跟这里呢有一节是红红的，然后那个时候不知道，他说发明的人已不可考，那个时候那个红红部分就被拿来当做一个嘴巴，然后就是变得很吸引人，后来很多人就去买这个厂牌袜子回来做成猴子。那后来这个做袜子的大工厂人也很聪明，他们就把这个整套呢出了一本书，就是教你怎么做袜子，然后就是变成一个商品贩卖。对，然后那本书上面就是还会附一双他们工厂出产的那个款的袜子。对，后来就变成蔚为潮流。对对，就是而且我有看过一些外国介绍的节目啊，就是那节目很好玩，有些人会写信去说，我在我的奶奶的衣柜里面发现了她20年前缝制的袜子猴之类的。哇，那所以这袜子也可以拿来当传家之宝哦。对。哇，那还蛮厉害。那你鼓励大家自己做吗？当然了。因为我觉得，譬如说你在做的过程啊，其实很好玩。就是比你去买一个做好的东西还好玩。对啊。你知道吗？而且尤其我很喜欢半成品的时候，就是这只袜子的那个身体做好了以后，看起来很好笑，可是你还是得把它完成呢，那你就看不到那个有趣的半成品的模样。那你未来还想要就是再开发其